阿弥陀佛，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几节课呢，跟大家就老法师对于传统文化老师应当具备的素质的开示我们深入交流探讨。那这个纲呢？我们不可须臾理也因为老人家以佛陀还有孔子的榜样来启勉我们学习释迦牟尼佛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那是在学习孔老夫子呢，温良恭俭让，我们说德比于上则知耻这个耻心呢，对于我们。立身处世非常重要。孟子有提到，耻之于人大也。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人很懂得羞耻。那他一言一行都会很慎重都会依照经典来做，不敢违背了。了凡四训也说到了，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啊。所以这个羞耻心重要了。我们也提到，《论语》里面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个自重就是有羞耻心的。耻不如圣贤呢。了凡四训也说嘛，彼何以百世为师我何以一生瓦砾沾染尘情被这些五欲六尘给染污了施行不义做出来的行为不符合道义了。我们看义这个字一个阳，一个我阳是我们看美字美是庄严的，让自己越来越庄严那就是自爱不断提升自己恢复自己的。佛性这个是自爱的所以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所以自重的人不会放纵习气那自然他自重的人。他就会显出一种
自然的威仪啊，威严，感召别人不会轻慢他，自重啊，人就重。所以上一次跟大家有提到，季康子问了好几个问题啊，请教孔子啊，其中有一个，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啊？啊，要让老百姓恭敬他啊，然后效忠他，然后互相规劝呢，这应该怎么办到呢？那几个设问呢，孔子就去提醒他，要从你自己做起啊，而不是向外要求啊。其中孔子讲，临之以庄则敬。面对百姓的时候，你自己很自重，很庄重，百姓就尊重你。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不够尊重我们，那可能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有没有哪一些行为啊，轻浮了，随便了，有时候乱开玩笑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小孩太随便讲话了，大人很生气呀，当场骂他，有时候想想啊，他这讲话随便呢，是一个结果啊，因在哪里呀？我们可不能大人啊，想严肃就严肃啊，想开玩笑随便一点就随便一点，好像我们大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当我们做不对的时候，小孩也在看呢。讲到这里，陈德就回想小的时候看一些电视节目、综艺节目都是调侃别人呢，觉得很好笑啊，不知不觉自己讲话呢也会这样了念初中我们都说港爷呀，调侃别人呢，你看什么时候学会了不知道被电视节目影响的。成年人的谈话也会影响小孩，甚至是老师跟老师之间谈话会影响学生哦。所以中庸里面讲的行色有似乎君子色见呢，它其中的精神含有这种君子之道啊，施诸真骨，这个箭射出去啊，没有射到目标啊，反求诸其身，要反省，我的技术不够啊，不能没有射到目标，马上讲了，这个弓箭呢，品质不好，不知道是哪里出产的，这一支箭，也是品质不好啊，尤其今天的风太大了这都把责任推出去了。当我们都把责任推出去的时候
孩子学生也在学哦。哎，当我们看到，哎呀，气死我了，每一次讲他，通通都找借口，都是别人的错。啊，当我们在那里气的时候啊，也得冷静冷静啊。哎，我们平常遇到事的时候啊，我们是反求诸己呢，还是都是找借口？所以这个有一位王伟杰老师啊，他在跟我们分享课程啊，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啊，他说父母啊是原件呢，啊，小孩是复印件呢，啊，我们现在常常去复印资料啊，啊，有原件呢，有复印件呢。所以小孩的情况真的我们大人呢是很重要的助缘呢，我们得首先先反思了。所以老祖宗让我们在待人接物当中啊挑了两句话，真的这两句也不可须臾离也。对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对自己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所以老法师怕我们忽略到这一句话，他老人家说，我最佩服老祖宗的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诸位老师，你们希不希望啊自己讲的话呢学生都放在心上啊？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吧。哎，这个希望是一个结果啊，你要种因才有果啊。我们自己要先把自己老师的话放在心上啊，我们的学生呢才会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啊。哦，这段时间应该提过好几次啊，啊，印光祖师啊教导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啊，从理上讲啊。啊，不离心性二字。都是在教我们怎么舍妄归真呢，恢复真心呢。哎，从事上讲呢，不离两个字，就是因果。所以我们所遇的一切事都没有离开因果。哎，那我们就反思啊，我依师父上人为师啊，哎，那应该他说我最佩服老祖宗的这句话，我们应该一听到的时候啊，就不能忘了，赶紧放心上啊，全权福音呢、啊。哦，我们要学孔夫子啊，也要效法。颜回啊，有颜回者好学，所以颜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我们可以安排一节课专门向颜回夫子学习啊，怎么当学生啊？那当然。我们跟佛菩萨跟古圣先贤学习重要，还有一个很更重要的要跟
师父上人学怎么当学生呢？啊，因为他老人家把佛菩萨教的，把古圣先贤教的，他怎么用在自己的学习上？他离我们最近的榜样啊，哎，我们连最近的都不一定看得懂，远的要看懂不容易了。所以有发给大家，哎，老法师跟李炳南老师学习，啊，这个十年因缘，这段开示啊非常重要，也是不离因果，啊，要当一个好老师啊是果，啊，我们要先是一个好学生呢，这个是因呢。所以得比于上啊，则知耻；欲比于下，则知足。啊，我们生活都还是有需求啊，啊，我们得吃饭呢，食衣住行啊。啊，但是这欲是深渊呢，不能一直跟人攀比去追求啊。哦，我听说啊，这有钱人呢，都是跟有钱人在一起啊。好，那因为我这一生都没有有钱过啊，所以这个有钱人的情况呢，我也是听说的啦。啊，哎，比方说一吃饭呢。啊，比如这个啊，披着啊一个围巾，哇，你那围巾哪里买的？啊，什么牌子的？啊，哎呦，开始关心了，关注了。啊，就是他这个穿戴啊，都会比呀，啊，都要什么？差不多水平才行啊！啊，我上一次有跟大家算过一笔账了啊，啊，女人呢，脖子以上啊，每一天要花多少钱？啊，要花多少时间？还不是钱的问题。你说，假如啊，有钱的这个富婆啊，大家一起在那里比呀，你说那个比下来。为了要跟人家比这些物质啊，你说他要去赚多少钱呢？哎呀，那种日子光想都害怕，压力很大，赚钱有压力，跟人家攀比也有压力，甚至于呢，自己比了还不够啊，比小孩啊，要去哪一家学校，哪一家收费最贵的，嗯，就你上得起，我上不起吗？啊，到时候送孩子啊，开车送孩子，开始比车子了。哎呦，那种日子光想都累呀，不要说过了。啊，我们说的时候啊，有时候笑一笑啊，我们真的在其中的时候啊，能不卷进去啊，那也要有戒定的功夫啊，真的也要看得破啊，放得下啊。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论语》啊，有颜回者好学啊，再露相啊，一箪食，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哎，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啊，我记得我中学读的时候，还真的假的啊，真的还假的哦，
这种日子真的可以不改其乐吗？啊，这种东西都不是用想的想出来的，你没有去做过，很难体会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老师自己讲这个，真的相信吗？孔颜之乐。我们相应啊，才讲得出那个味道啊，不然讲得结结巴巴的。啊，讲孔子说，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啊，乐亦在其中矣。啊，不义而富且贵，啊，于我如浮云呢。所以真的。要教伦理道德，教因果，得我们坚信，甚至于是我们得要真正去行了，那个体会才会深。啊，你给孩子一讲啊，娓娓道来呀，啊。哦，那首先呢，我们得真搞明白啊，人生追求快乐，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啊，这个呢，很感谢老法师的教导。应该前面呢，跟大家都有谈到过了。但我们。是不是真认可了？真相应了？真搞清楚了？哇，原来真正的乐啊，是从内而外的，从外进来的都是刺激。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乐是要靠刺激呀，那这个刺激必须怎么样？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不然还是觉得苦了。啊，你看我们这种所谓的快乐的方式啊。那个刺激的越来越强，啊！我买一台名牌车子，我觉得很快乐，哇！那个一定要越买越高级的，哎，衣服也是一样，啊，甚至于吃，哦，我听说这个有钱的人呢，因为他每天工作压力很大。他也很注重享受啊，刺激要越大。哇，还要请2个厨师啊，给他弄吃的。大家想一想，那种弄的方式啊，一餐要杀害多少众生呢？要花多少钱呢？你看那种恶性循环。所以诸位老师啊。我们的学生只要他的价值观把快乐认知错了，他的日子就是不断的恶性循环，因为他的目标错了。所以我们的学生，大家有没有看到？哇，1、2年级进来的时候，天真呢，可爱啊，啊，那个微笑让我们印象深刻啊。你看到了初中呢？高中上了大学，哎，不要说他们了，我们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哦，所以当时候看到科学家说啊，他做实验的
一个人一两岁的时候，平均一天笑180次；成年之后啊，平均一天笑7次。这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随着这个时代的一种思想观念，我们走的就是一条越来越笑不出来的路。啊，诸位老师啊，你希望你学生走的是越来越笑不出来的路吗？我相信啊，没有人忍心这么做啊。可是我们不想清楚啊，不行的。啊，所以我记得，这个是真的。有一个成绩很优秀的名校硕士生呢，他有一天读书读得很痛苦啊，从图书馆走出来啊，看到人家来遛狗啊，看到那个狗啊悠哉悠哉，很高兴啊。他突然想啊，我怎么活得不如一条狗那么快乐啊？他就很懊恼啊，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他拼啊拼啊，从小学读书就很拼啊，拼到现在都硕士了。他就去问他的班导师啊，怎么会这样呢？他的班导师跟他说，我跟你一样啊。哇，他听了也很失望啊。观察他们系上，觉得他最佩服的老师啊，他去请教他，他们觉得过得越来越笑不出来。他最佩服的这个老师告诉他，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最后更遗憾的事情啊，这个学生最后自杀了。哎呀，这样的孩子曾经跟我有几面之缘呢，对我来讲啊，也是莫大的遗憾呢。最后在面对整个学习的压力，受不了了。其实这样的个案呢，我们听了很多，但重点是原因出在哪？会不会往后是我们的学生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曾经我有跟大家问过，我们有把握孩子不得癌症的，请举手。不得忧郁症的请举手，不离婚的请举手。看这每一条啊，只要发生了，可能这个孩子的人生要真正快乐都不容易了。一条哦，这么多境界啊。所以我们首先呢，得想清楚啊，快不快乐？孔颜之乐给我们的启示啊，跟外面有多少物质条件呢，不是直接相关的，是他的心健不健康。我记得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乞丐，他过得很快乐，游山玩水啊。最后他的孩子赚到钱了，人家说，哎呀，
你都有钱了，你看你爸爸还在乞讨啊，多丢脸呢！他儿子听了也很难过，把他父亲呢请回家去奉养了。过没多久啊，他爸爸又跑出去讨饭了。为什么？他爸爸觉得那都关在家里面呢，挺难过的。这个走到哪很无拘无束啊，游山玩水所以，我们假如教的是小孩呀，他现在所建立的观念呢，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等到他初中、高中要再建立这个很难。我们去观察中学生呢，你要跟他讲这些人生的道理，他啊啊卖供啊卖供啊，他觉得很烦呢，好像他的内心跟这种义理啊，好像很难起感应了，啊，又来了又来了。他好像听这些东西，哎呀，不要讲大道理了。所以这个教学的黄金时段呢，所以当其可之谓始越小的年龄，把这些做人做事给他引导正确，更重要的，父母老师做榜样给他看。我们自己成年了，会开车了。哎妈，要不要我载你回去看看外公外婆哎妈很高兴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主动去做？那小时候看着妈妈这么做，感动嘛，这种身教的力量是很无形的。那回去看看外公外婆，对自己的心灵都是一种洗礼呀。自己回想读小学，到外婆家了，你就看那爷爷，外公啊，话很少。看到你，牵着你的手，到干妈点去了这个叫做杂货店拿一箱汽水回来了，虽然呢，这个汽水对胃不好这个我以前确实汽水喝太多了所以小朋友喜欢什么，你还得冷静冷静还是要比较没有这个防腐剂啦比较健康的东西给他吃我曾经做汽水给学生看，哇，那个汽水你说橘子汽水哪来的橘子啊？没有啦。它是从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分，几种化学东西然后加在一起，汽水出来了，我那学生都看傻了，这个就是我们喝的，就从石油里面炼出来的这些东西，看一看呢，它比较有临场感呢。这些东西吃下来对身体不好大部分的学生呢，看了之后印象深刻，但是呢，迷得很重很重的。其中有一个学生他现在的长相我都还印象深刻，他都吃的身体都是变形了，
矮矮胖胖的啦，哎，才小学而已，脸上都有痘痘了。我做完实验呢，下了课呢，他跑过来很小声的跟我说：“老师，你那汽水可不可以给我喝？”哦，啊，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啊，不能生气啊，怜悯啊，你看中毒中的多深啊！啊，所以我们就想到，佛菩萨度众生有耐性啊，啊，一次不行，啊，两次不行，多次这一生不行，下辈子，啊，生生世世随处与我啊，啊，显安大师把这个真相讲出来了，啊，随处与我，心无战舍。因为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啊，哦，所以我们当老师也要效法佛菩萨的慈悲啊，哦，我们从《梵网菩萨戒经》了解到，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哎，第8000次到我们娑婆界来了。啊，而且这一次啊，说法49年了，啊，累我说法，啊，累我化这个化现8000次，未汝说法49啊，最后一次是49年了，啊，其实当我自己啊。读到这里，啊，首先呢，觉得不能再辜负释迦牟尼佛了。啊，我们自己也曾经，啊，哦，比方，哎，自己课业焦头烂额，突然有一个同学来帮你解决了。哇，那种感恩呢，啊！啊，我这个礼拜天我请你吃饭啊，那感恩很强烈啊。其实，父母的恩，本师的恩，啊，像我们师长为我们说法60多年，这种恩，那比这个不知道多少啊！我们不能忘怀啊。啊，所以对本师的恩呢，怎么报呢？依教奉行。啊，就像《无量寿经》说的：“当孝与否，常念师恩。”啊，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啊，我们一心啊，为教育，为正法。久住为学生，为苦难众生呢，就像刚刚我们想到的啊，孩子假如这个思想观念不对，他走的就是越来越笑不出来的人生，那太苦了啊！我们怜悯学生，这个就是报本师的恩。无量寿经末后在流通分啊，父祖汝等做大守护啊，读无量寿经啊，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是当机者，佛讲给谁听的？讲给我听的。哎，父祖汝等做大守护，哎，这一句经文呢，我随文入观呢，哎，就是嘱咐我的，啊，为诸有情，长夜利益啊，
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啊。所以我们学习的态度很重要啊。我们假如读经听经都是当机者，就是讲给我听的，句句都有收获。就像地藏经啊，释迦牟尼佛摩地藏菩萨顶啊，整部经里面好几次啊，交代啊，我灭度之后到弥勒菩萨啊来，这期间呢，苦难众生就交给你了。不要让他们堕落啊！交代地藏菩萨。假如我们是用当机者来受持这一部经呢，那菩萨表修德啊，四大菩萨表我们的修德啊，我们都要效法。所以真用心读了，那读地藏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头顶发热啊。真的会感觉到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真的随文入观了，我们的心境就跟地藏菩萨的心境一样啊，这叫受持啊，受持经典啊，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怎么好学？落实这一句啊，好学呀！常常读诵，记住了，记住了呢，随时可以关照自己呀、不离这些教诲，受持了，放在心上了，慢慢慢慢。本来这些坏的习惯呢，就淡了，因为常常都是提起经典的，深处熟，熟处深呢，慢慢经典熟悉了，我们以前的错误的这些思想观念就淡掉了。所以当时首先呢，听到释迦牟尼佛来八千次那自己不能再辜负啊这个师恩了。进一步我是学生呢，释迦牟尼佛是老师，他那么有耐性，那我现在又在从事教学了，那我也要效法释迦牟尼佛的耐心呢。我不能跟学生讲一两次的他没有记住我就很生气啊。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啊。因为我现在在末法，我还没有脱离轮回。那代表释迦牟尼佛讲49年我也没有听话。那我没有资格去说学生不好啊，我也没有比他好啊。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自己听话了，我才好带动他听话。我自己没有这些坏习惯呢，我才好引导他改掉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是一个好学生呢，才能教学生呢如何做好学生呢。所以其实老和尚讲的每一段教理
对于我们现在教学都很关键呢、啊。就像老人家把什么是乐分析给我们听。他从内而外的助人为乐，为善最乐。孔子有温良，这个温良善良啊。孟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啊，这天伦之乐。天伦之乐对人身心很有安定的力量，这是很无形的，但它的力量很大。对我个人来讲啊，成长过程，你哪怕遇到挫折不愉快，都会觉得这个家是我永远的依靠啊，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不能承受，那是无形的安定力量。所以教育第一个目标啊，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这个不恢复啊，他要从内而外的欢喜啊，这种畅怀大笑啊，不容易啊。当然这个畅怀大笑啊，不是说笑的声音很大啊，我们看事情不能看着相了啊！哎，我观察自己认识的亲戚朋友、同学，你看有一些人笑声啊，笑声震天啊，你看起来他很开朗啊。有时候他是在掩饰他内心的苦闷呢。我有观察啊，那平常哈哈哈笑得很大声的啊。当然那笑声你要听了不一样、有一些笑声真的是很乐观的笑声。当老师的这个 有时候这个曾国藩先生有一本书叫兵谏啊，看看这个孩子的福报怎么样、当然命可以改的了、包含音声、女孩子的音声很粗啊，比较劳碌，音声可以改的，命可以改，但是要改心。大家有没有留心到，老法师他讲经的音声呢，一直在变呢、声音越来越浑厚啊。照理讲应该年纪越大就这音声应该会比较不浑厚才对啊。但是你看老人家音声啊，到80多岁90岁讲音声很浑厚。那是命转过来了。年轻的时候讲话音声比较没有那么厚。因为老法师也提过嘛，李老师当时候面对学生比较没福报短命了、都会劝他修福。讲经，我们真的看到那孩子福比较薄啊，赶紧要引导他多行善。其实老和尚讲的每一段呢，我们拉回来，我们自己当前当老师啊，都能用的。我们不能听老和尚
讲经的感觉。讲经是讲经的，我教学是我教学。老和尚讲经给我们听，就是在教学呀。他用的那个心境，我们可以效法。他讲的那些义理，都是相通的。虽然人物啊背景可能不一样，但那个理是通的。完全我们学会了，举一反三呢、啊。都可以运用过来。所以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啊，一乐也。养不愧于天呢，俯不作于人。这也是人生的一乐。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我们现在是不是达到这个心境了？养不愧于天，有没有躺下去还有一些会烦心的事情、遗憾的事情啊？想跟他道歉呢，这个面子又拉不下啊。哎，这些事啊，都不能放在心上，心上只能放阿弥陀佛。心上还有其他的东西啊，无常一来 就跟着他走了，心上还放不下 啊就好像我们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常常被什么事拉过去了，这个我们要警觉了。我们身体还强健的时候，念佛的力量都会被他拉过去的，那临终怎么办？所以不能小看哦，念佛的时候被这些人事拉走，有警觉性的修行人呢，要提醒自己了，这些都是留恋娑婆的念头啊。黄念祖老居士有一段在开讲无量寿经啊，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舍离一切执着啊，成就无量功德啊。这句法语一开始，亦无希求，我很想怎么样，不希求想，我不想怎么样。所以黄老一开始了，希求。喜欢呢，不喜求讨厌呢。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哇，这个话是重要了。为什么？都是情见呢、啊，情感起作用了、啊。情爱啊，所以才有爱真的心呢、啊。是啊，所以有一个人会让我们生气啊，我们就有可能因为他在留在这个娑婆界了。为什么？报仇去了，讨厌他嘛，放不下。所以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心上啊，这些人事都要放得下。说实实在在话，心上有很多人事放不下，要把书教好挺难的。刚刚跟大家说，哎，你接触这个学生，你能看出来他有没有福报？其实人心地清净的时候啊，很感受力很强啊，甚至于这个孩子最近怪怪的，你都能掌握到，
适时啊护念提醒他。所以这个一切行门呢，我们说修行修行啊，最重要的目标啊，修清净心啊，以静心为要啊，最重要的目标。那人的心要清净啊，首先把自私自利放下。有了这个我呢，就很难心平静下来。有这个自私自利呢，我爱我嗔我慢就容易起作用了。所以老法师说，感情的污染最严重的自私自利啊。人都是很讲道义啊，每天尽力去承担责任，去付出，养不愧于天呢，福不作于人。比较自私啊，不肯承担啊，常常啊，还要找理由找借口。还把责任推给别人来人做，常常还想什么方法，我这个工作我不用做，给别人做，动这些脑筋啊，太累了，心都不清净，而且没福报。人啊，我记得老人都有一句话，做是福气啦，我们还能做，还能服务人，福气啊，首先什么，我身体好啊，再来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是在积福气了啊。老法师说，吃亏是福啊，学佛首先学吃亏啊，首先学扩宽心量啊。那孟子还提到一乐啊，得天下英才而骄之啊！有时候想想啊，人生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中年了啊！曾经看过老和尚算的，20岁以前春天。20到40岁夏天。所以我最近我们一些同仁呢、大学毕业到庐江去啊，22岁23岁啊。现在呢，我说你快到秋天了啊，还这么不用功不行啊。40到60秋天了。60到80，冬天了。那到了中年呢？那人生太快了。大家有没有发现，2021年到了12月了？我对这个数字啊，还有点陌生感，已经没有了。他就要离开我了。真的是岁月如梭啊！我还有几个一年啦、这不是开玩笑的啦！朝闻道，夕死可矣啊！自己到底有没有个消息啊？现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那么多妄念了啊！这个能扶得住啊，我自己就有消息了啊，做得了主了，就安了。这个无常随时来，我也不怕他了。以前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的，
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啊 ，passport 啊，要办好。啊，这个比喻很好啊，我们要移民啊。哎，李老要往生前说的，这个世界乱了。唯一一条生路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哦，不然啊，我们啊，还是只能长劫轮回啊。这个我们得要认真对待，尤其到了中年了。啊，想到呢，文天祥先生说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啊，总要留一些留得下来的东西、啊、给家族，给团体，给传统文化，给佛法、哎、刚刚讲到都是对我有莫大恩德的因缘、啊、家族养育了我啊，我总不能不回报他啊！传统文化长养了我的快乐人生呢、啊，不然我现在也是越来越笑不出来了。哦，哎，好像今天大家笑有超过七次了啊！啊，这样把平均值往上拉了。不然这个数字有点凄惨啊、哦！对呀、啊，哎，遇到佛法，我们才知道宇宙人生的道理、啊、不然我可能福报都折完了。这佛法救了我生命啊，也救了慧命啊！啊、哦，哎，报恩的人生呢、啊，最充实的。最快乐的，今天能为佛法、为众生尽点力啊，哎呀，觉得今天没有空过啊。人其实就怕每一天这样晃过去啊，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啊。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良知的。哦，这个孟子这个话讲得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啊，老法师曾经讲过，进贤受上赏。为团体，为国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啊。这个得到上天的赏赐啊，降服于他是最快的。哎，历史当中啊，鲍叔牙推荐管仲，这个在《史记》上都有记载哦。啊，鲍叔牙的后代啊，十几世啊，都是名大夫啊。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我们现在是培养圣贤学生呢、啊，他将来会为他的家族、为整个社会、民族啊，做出贡献呢、啊。啊，我们得到这样的学生来教，这人生的乐事啊，
因为我们必将也要离开这个世间，啊，见义也永为啊，这个世间需要太多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才出来啊。而且我们真想把他们教好啊，对自己真的是鞭策啊。我们不止要深入经藏啊，把理搞清楚啊，才好引导他们呢、啊。我们还要用身教带动啊，所以其实是太感恩啊，学生对我们的信任呢、啊，给我们一个教学相长的机缘呢、啊。也是他们的眼神啊，让那个渴望的眼神啊，让我们不会懈怠啊。所以怎么快乐啊？念恩就快乐，感恩就快乐了啊，幸福啊。一念之间呢、啊，转抱怨为感恩，把这个颠倒，把它转过来，念恩忘怨呢、啊，真的这么转呢、啊，自己会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其实不是他们不一样，是自己变了。哎，你对亲朋好友啊，对这个人有怨，哎，你马上把他转成想他的好。你见到他的时候，你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好、哦，结果你心态一变了，他跟你的互动也不一样。啊，真是依报随着正报转啊，转自私啊为付出啊，转应付啊为真诚啊，转分别为平等恭敬啊，啊转意气用事啊，情绪化为理智啊。正觉呀、啊，好，所以《无量寿经》清净平等觉，啊，转染污啊，贪求呢为清净放得下，万般将不去啊，何必苦苦营求呢？知足常乐啊，就是这个心念决定。幸福与否啊、哦、世间好话呢真的圣贤佛菩萨说尽了、哦、所以孟子、啊、了凡先生都提醒我们羞耻心的重要啊，那我们以本师啊，以孔子啊为榜样啊，做得到的、啊，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之啊，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念头里面觉得自己做不到，障碍不在外面，在念头。真正的真相是什么？世事无碍、啊、自己回想起来啊，哎，一开始听老老师讲经啊，好多这观念呢、啊，哎，不知不觉建立起来了。老法师很善巧啊，啊，比方老法师说了，啊，
佛菩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它是应机说法。哎，释迦牟尼佛今天给你讲这一部经，讲完之后跟你说对不起，你做不到，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哎，我听完这一段，哦，那经典都是我们做得到的。老人家讲这一段话，就是让我们建立对经典的态度。啊，不是理想，是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心态建立起来了，哎，听老和尚每一段教理，听完怎么做到？不会想做不到。哎，不会怀疑经典，也不会怀疑自己。啊，我们往往烦恼起来了，哎，要不怀疑自己，要不怀疑他人，啊，要不怀疑经典。疑呀，是愚痴的核心呢。啊，那个心念一动起来了，紧接着这种烦恼啊，相续不断的，我们自己要去观察看看，真的烦恼都跟疑有关。啊，把疑放下了，性为道源功德母。啊，没有怀疑啊，在正思维的时候啊，善根在增长。啊，甚至于我们那种思维都能带动别人积极向上啊。啊，我从老人家的身上就看到，您未成功找方法，是积极向上的态度。哎，给联合国介绍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真能解决问题。哎，专家学者说是理想啊，做不到。老法师说，那得做一个实验给他们看了，不然这个信心危机太严重了。只要信心危机了，所有东西方圣哲人的东西啊，没人肯学了。所以要解决所有的问题，首先得先解决信心危机。不气馁啊，哎，没关系，做实验。哎，那老和尚这种宁为成功找方法的态度，我们学到没有？这样的态度啊，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学生的人生重不重要？在这个时代啊，没有这个态度啊，我看要不得忧郁症都难了。因为面对的境缘挑战不少啊，他都要去解决呀，他都要去突破啊。好，所以首先我们自己的信心要建立起来啊。我们净土宗九祖藕益大师他讲六信呢，第一个就是信己呀。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想一想啊，
我不相信自己呀、啊，我能相信学生吗？啊，我遇到一个同修啊，他说我相信释迦牟尼佛啊，但是我不相信自己呀、啊。啊，我说你这个逻辑错了。你相信释迦牟尼佛，应该相信他讲的真相啊。好，那他老人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啊！”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那你连第一句你都不相信了啊？其实我们看我跟这个同修对话的过程呢、啊。不知道大家体会到什么？人很难跳出他自己思维的逻辑呀、啊。所以，我们既然要跟释迦牟尼佛学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看法放下。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受要放下啊，那个感受也常常起来，哎呀我不行啊，哎呀我不能啊，哎呀我做不到啊，其实这些负面的情绪也很厉害的。所以有时候也要想想呢，我自己是在跟释迦牟尼佛，是在跟师父上人学，还是都是顺着自己的想法看法？哦，这个我们得看清楚。其实这一点都不容易啊。诚德观察，哎，一谈话啊，教理不少啊。真正办事情了。都是自己学佛以前的习惯了，那个只能跟佛法结个缘呐、啊，当生要成就不大可能啊。但是这个都要我们自己本身去观察，才观察得出来。啊，说实在的，这个时代啊，善有为一很重要啊，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可是纵使旁观者清啊，他们能不能帮上自己啊，也是我们决定的啊。闻欲恐，闻过心，是我们的态度才能赶来这些助缘。自助者天助啊，这个天是自然啊，自然之理啊，一个人闻过心了、啊、自然能赶来质量是见相情，唐太宗就能赶来慧真了、啊、说实在的，哪个朝代哪个皇帝他身边没有像慧真这样的人，我想几乎都有。你看商纣王那个时候，哇不得了啊，身边有比干呢、啊、有箕子哎，有微子哎，那都是圣人呢、啊、他不听他们的话。所以真的是知难行易啊。我们真的要了解，哇，真的闻过心呢、啊，质量是见相心会有多大的利益啊？我们真明白了，就不会一直顾着面子了。哎，其实啊，我们也得去感受感受，好面子舒不舒服啊？哦，那个。明明知道不对了，又不肯道歉，撑在那里啊、哦，身心受损啊。
哦，我记得我第一年当班主任，啊，那学生6年级的，哎，很多男生都比我还高啦，哎，有时候我做错事了，老师也会决策不对呀，哎，我在那里解释啊，自己都冒汗了，那种身心不放松啊，哦，然后那个孩子看你的眼神就越来越怪，我也有点讲不下去了啊，哎，后来心念一转，哎，承认错误啊，给他们鞠个躬，哎，孩子看你的眼神是发亮的，哎，老师也道歉呢，哎。我们得要表现得真实一点吧 我们又不是一修就修成这个放光了啊，哦，一修就变成一点缺点都没有，那不可能的吧？我们要把真实呈现给孩子看的，不管是当父母还是当老师的。所以，真的，我们得静下心来去感受啊！哎，用真心啊，身心愉快啊，用妄心啊，苦了自己呀！哎，这个面子苦了自己呀！再来呢，让爱我们的人都帮不上忙，还替我们着急呀！所以，我们修学，先把面子卖掉才行。不知道现在台湾的行情怎么样？面子一斤卖多久啊？都卖给我吧。我也曾经跟大家提过说，最了解我们的，我们身边的亲人。甚至于可能是另一半，哎，我们都在讲学呀，老法师说，福在受见能接受别人的提醒劝谏的这个人有福报，讲我们也会讲啊，那我们有没有曾经问另一半，我请教你，我有什么缺点没有？请他给我们指出来。哦，那这个要放下面子啊，不然这个话讲不出来我也跟大家提过不止一次了哦。对，修学啊，不能好面子，得放下。得打破自欺一关呢，只有商量处好，所以儒家的次第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我们要去利益社会，假如连身边最亲的人都不认可我们，我们真的要去弘道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好像之前还跟大家提过，我也听不止一个同修说了，家里的人最难度了，其实不是家里的人难度，自己最难度我说，哎，好像这一句话呢，我在经典里面没听过，也没有听过哪一个留名青史的圣哲人留下了一句"家里最难度 其实这又是我们另一个念头了，找借口了 找理由了。
所以我们的观照也要动念即乖啊，开口便错啊。我们不观照好心呢、啊，一讲话就是讲错话啊，一起念头啊，都是那个找借口的惯性啊，都是那个对立的惯性啊，都是那个先想自己的惯性啊。所以了凡先生说，唯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老法师学习经典这些教诲，我们首先要有信心，相信自己啊，圣与贤可循至，再来呢，我们有羞耻心，常常以佛陀、孔子、老子为榜样，以师父上人为榜样，这个就很有鞭策力，叫惭愧、奋发。差距在哪？我下决心啊，有毅力去效法。所以下了有一段话很精彩啊，他老人家讲了：天赐之福啊，上天要赐福于这个人，先开其慧啊，先开他的智慧。天降之法，先夺其魄。一个人可能灾祸要现前以前，看这个人六神无主了，魂魄啊都不全了。道家讲三魂七魄啊。怎样是先开其慧呢？其实这个首先我们可以检查自己，再来你可以去观察学生呢，这很重要哦。惭愧奋发改过，这天开其慧啊，我们一生惭愧心了，期许自己勇猛精进，不计成败，不顾生死，我一定要把这个习气突破，奋发改过，这天开其慧。天夺其魄呢，是悠忽，恍恍惚惚的，每天都没什么目标啊，昏惰。懒懒散散的，懒惰，脑子都不清楚，自欺，自欺，自己骗自己了，是非，就犯错呢，都在掩饰，其实一直在掩饰自己过的人呢。他自己都会心神不宁的，心都定不下来，怕人家看出来了，看到了，这是天夺其魄。我们去观察学生身心安不安定，他是越来越有福报还是越来越没福，这都观察得出来了。好，我们有这个信心、惭愧心来学。那老法师说到的，温这个外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
我们看到老人家讲到的传统文化的老师必须温文儒雅处众和睦，心平气和和颜悦色，让人有和蔼可亲的感觉。这夫子的学生形容老师望之俨然，很有威严，及之也温，亲近他的时候觉得很亲切。那我们读到这里，那勘验我们要温和那得要把脾气放下。把情绪化放下。情绪化的老师学生很害怕的。情绪化的父母孩子压力也会很大的。第二呢，善良。好，当然这一些都不是刻意去装的都是中庸说的诚于中行于外。其实我们真的受持佛法要做到这些不难。我们学无量寿经呢第二品德尊普贤呢第一礼敬诸佛那我们真的相信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我们看到学生他是一尊佛那我们就会温和了，就会恭敬了，都跟我们相不相信这个真理有关呢。就信为道源功德母，一相信了，我们对学生会恭敬了，会供养广修供养我们上课了，和盘托出利益他的心呢因为我们相信他有佛性我们很容易找到他的闪光点了。都是这个从信里面来的就能称赞如来我们一相信了要做这些普贤行也没有那么难了再来善良传统文化老师必须心地善良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把传统文化仁慈博爱的精神呢，展现出来。那一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位医生他是非洲人结果呢他到大陆他是学医的学西医结果到大陆去刚好有机会看到中医师用针灸他看到那个效果这么好他就想学中医他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他就开始学中国字了我们想想难度高不高
20多岁的人呢，他就开始学了，结果学到中医博士啊，出来行医了，结果这个病患呢，一进他的诊疗室啊，看到黑人就跑了，没人敢给他看啊。哦，所以人都是着相的哦，容易着相了。结果实在没办法了，他冲出来啊，把一个老太太抓住了。他说：“我不收你钱啊，我不收你钱啊，治疗有效了，我再收你钱。”哦，那个老太太就也是挺善良的啊、哦，给他机会了啊、哦。结果他真很厉害啊，哇，马上病就给他改善，很明显啊。哎，慢慢就有人来给他看了。后来呢，他的诊疗室都排长龙啊。哦，然后呢，他拿的薪水很少啊，他基本上不给病患乱开贵的药，他开很少，所以他的奖金很少啊。啊，他上面的主管，你看你看病看最多啊，你领的钱最少啊。劝他，他说不行，我不能违背我的信仰。哦，他中国话现在讲得很好啊。哦，我不能违背我从医的初心了。结果待在那个领域啊，都是重啊，要赚多少钱呢？不相应了，他离开了。走入民间呢，帮老百姓看病了，培养了几千个医生呢。哎呀，我们看这事例，真的听得头皮都发麻。哎呀，自惭形秽啊，人家那种精神，哦，那种大爱呀。真的，人人秉持初心呢，一定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因为那佛菩萨祖先都会加持他啊。这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呢。啊，所以想想，我现在来学英文也不晚啊。这个我以前还啊，高中以前还学过呢。你看那家黑人，一个中国字都不是，他都可以学到中医博士啊！哎，而且那中医的理论还不是看得懂中国字就能学的，还得懂《易经》哦，还得懂《黄帝内经》啊！这真的是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好，那这个善良啊，体现在哪？啊，体现在都是为患者着想啊。我们想一想，他为什么培养那么多人？因为他再怎么看，他一天能看多少人？那看着那么多人还在生病，他不忍心啊，哎，培养人，他就能够去照顾更多的人。好，我们看今年啊，在大陆有两个国家级贡献的人物啊，吴孟超先生呢，肝胆科权威，带出一大批肝胆科的医师啊，90几岁还在拿手术刀啊。其实他拿那个不单是治病了，带学生呢、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回到自己祖先的地方啊，奉献一生呢、啊，
所以真的是啊，菩萨在哪？各行各业，这《华严经》的表法在哪？就在我们的世间呢。啊，另外一位国士啊，袁隆平先生，他是水稻专家，啊，十几亿人呢，这粮食是个大挑战，他投注一生，啊，让多少人不用饿死了。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啊，文天祥那一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善良的人会为学生、为他人考虑得很深，考虑得很远，考虑得很细。啊，像啊，陈德到我们李炳南老师的纪念馆。进到台中莲社大雄宝殿，啊，很庄严的。大雄宝殿在二楼。我们看，两边印主的法相，啊，另外一边李老的法相，啊，还有舍利子啊。这个都是常念师恩呢。啊，李老见过印祖一次啊，啊，在苏州灵岩山见过一次，印祖给他的教诲，给他的嘱托啊，一生都不忘。你看弘扬净土。哇，那个贡献太大了，他老人家讲学38年，出家在家都依止他学习啊，看学净宗几十万人，往生的人好多啊，我听着不知道听了多少个了，而一楼讲经堂啊，啊，有一个牌子一直立在那里，啊，讲经之地啊，严禁募款呢。李老为什么考虑这个？他考虑的很细呀。你讲经的地方，假如放个功德箱，突然有人拿出钱来投下去了。旁边的人很尴尬啊，投还是不投啊，在那个年代啊，养家活口啊可辛苦啦。但人家拿出来自己不拿，不好意思啊，那时候的人也很憨厚啊。哇，拿不出来，下一次要来听经有点压力了。有点压力他可能就不来啦。所以我们看李老他们考虑事情特别的细致啊。所以能跟随他们呢，处处都是学处啊。就好像我们看论语，真正会学的，我超越时空啊，就好像跟在孔子旁边啊。你看孔子招待一位乐师，乐师眼睛瞎掉了，他专注在听啊。那孔子接待的时候很细致啊。接也，有楼梯咯，都事先提醒他。洗也，可以坐下来了。某在师，某在师啊。谁坐在你的右手边，谁坐在哪？他看不到啊，得讲清楚啊，现在有哪些人，
他言语才知道有所顾忌呀、一段话当中，哎呦，我们感觉到孔子接待人那种细致啊，我们会学的，哎，那这个细致用在哪？用在一切待人处事了，哇，那这一段《论语》就有大用了。哦，哎，我们从心地去效法圣贤祖师，哦，那个念念为人想就变习惯了。哇，那这样去用功啊，烦恼很快就轻了。哎，这个善良的心常常提起来了。哦，那这个把仁慈博爱的精神展现出来。第八，恭敬。温良恭，恭敬。其实真正的恭敬一切人事物，其实是真正恭敬自己的本性呢、是自重哦。我们不恭敬人事物，其实就是不恭敬自己的佛性了。所以圣贤教我们什么？自爱呀、所以正如区里所说的无不敬、任何时候、都要心存恭敬，不要有不敬之心。哎，我们可以自己去感受感受、我们真的一直提醒自己对一切人事物恭敬，这一整天下来自己的感受怎么样？我们有不恭敬人事物了，我们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真正感觉到了就很欢喜啊，依照经典去做。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所以老师要给学生做出恭敬的好榜样。第九啊，节俭。这个俭呢、是德之共也。我们应该都读过训俭示康啊。司马光先生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篇教诲啊。而我们细细去分析啊，安分守己啊，无求于人啊，这是俭的产生的一个美德啊，可以养廉呢、俭以养廉啊，俭我身心之奉啊，以周疾苦之人。我省下来的钱去救助啊最可怜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有饥饿三十啊，非洲饿死的人不少啊，甚至于还有办一些活动让小孩亲自到现场啊，我们听说啊，真正去现场回来的孩子都变得节俭了，以前吃东西一大堆都浪费掉，
去看了那种感受的震撼呢，哇，还有那么多人连吃的都没有啊，那这些孩子回来都会积攒钱呢去帮助人呢啊，所以有时候也要带学生呢亲自去感受啊，这个可以广德啊，啊，自己的仁爱心啊增长了啊，忍不足于目前啊，留有余于他日，可以福厚。这也是一个态度，就是不会只顾眼前享乐，他能考虑长远，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华儿女啊重视储蓄啊，这都是应对无常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但是这个美德要好好再传承下去哦，啊，尤其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啊，挑战很大，叫信用卡，啊，都变成了先刷了再说啊，先享受再说了，那就变得很奢侈了，所以不能随俗啊。容易随波逐流啊！啊，大家小时候啊，都有那个铺满，铺满啊，啊，一只小猪啊，哎，我们都零钱咔放进去，那个就是在培养我们储蓄啊。好，哦，所以养成节俭的美德非常重要啊，如老子在《道德经》上所说的啊，我有三宝，持而保之。哎，这是老子给我们很宝贵的教诲。第一，持。所以人的福报啊，福田心根啊，大分三种。哎，恩田，懂得知恩报恩的人有福报啊。第二，悲田，慈悲。所以这真的是宝啊，都可以让我们广积福报啊。第三是敬田，啊，恭敬三宝，恭敬圣贤，恭敬经典。啊，了凡四训说：“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啊！啊，没有法，众生分不清是非邪正的。”啊，经是佛母啊！啊，我记得有一次，刚好啊，看到啊，有一些经书啊放在地上，那个地不是很干净，啊，就赶紧了解啊，哎，赶快让同仁呢，啊，哎，不能把经典放在地上，要恭敬啊！当然了，我自己没带好啊，大家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甚至于你经典呢，你不能把它一半放在桌上，一半悬在空中啊。那护法神还得拖着，那护法神很恭敬经典的。所以这个敬田呢重要
有一个读书人呢，确实很有实力，怎么考都考不上，结果遇到一个高人。他说，你有一次拿着一本大乘经典呢，当枕头睡。其实他是忽略掉了，因为他的包袱里面呢，他有放经了，他恭敬心不够忘了，结果睡觉就拿来躺了，这个罪业就消了他的福报了。所以金刚经有说啊，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啊，即为有佛啊。若尊重弟子啊。所以经是佛母啊。每一尊佛都是因为深入经藏他才成佛的。所以我们对经要恭敬。所以以前都是强调啊，习字子啊。我们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宰相啊，叫王祯。我看你们的表情还没听过啊，哇，宋朝文风鼎盛呢。出了很多名宰相啊，王祯、王旦、寇准、赵普啊，你看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就是赵普说的。难怪这个汤恩比教授说，最向往的就是宋朝啊。结果这个王祯。他的父亲啊，非常爱惜字纸，因为你字纸一般都写着圣贤经句啊，所以要惜字纸啊。所以他的父亲只要在路上看到字纸，恭恭敬敬啊，拿回来，用这个香水，这个这个水啊，清洗干净，然后去焚化。结果啊，有一天他做梦了，他已经上了年纪了嘛。梦到啊，孔子啊，抚着他的背啊，说：“哎呀，你年纪已经比较长了，我啊，派曾子来做你儿子啊。”后来他太太就怀孕了，所以他的儿子叫王祯啊，就是这个典故啊。你看，恭敬至此啊，赶来孔子，派曾子来做他儿子。所以啊，诸位年轻的老师啊。你们好好爱惜字纸、到时候就有个七十二贤就投到你们家了。这样我们传统化就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才了。感应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诚心啊，有感有应啊。这个是一曰慈福田心根。好，这个二曰俭呢，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俭的好处还很多。那这个不敢为天下先呢，其实就是我们儒家讲的谦呢，谦让啊。牵挂六爻都是吉，我们手上有五千年的智慧啊，都是宝啊，我们铁定可以把人生经营的幸福快乐啊，就怕我们不肯用这些宝而已了。
好，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